好快热死了，我好热，好热，好热，好热。拍照热身。有事吗？嗯，我放了、啊。他了。为什么我放？他没有声音。没有逼哈。好热哦！我去，满身汗呢，糟糕，糟糕，然后我快热死了。没起雾就好。他刚一敲，差点把那个红条条敲起来。他怎么会敲起来？感觉是刚翻了。嗯，丸子哎。有棒棒，我要坐中间吗？怎么有忽快忽慢的？他刚突然变快。好热。没有，我顶了一下。好热。我也想把眼镜拉下来，因为太热。嗯，我先拉下来好了。啊，把它卡到那个后面，管他的。因为我觉得我快热死了。好热，好热，已经没穿了哎！我中程已经知道不要穿，还这么热，怎样呢？上去滑的时候感觉、啊、靠腰哎，没拉很危险。我有放好，但是没有拉，超危险。好，我帮我研究一下地图先。不用啊，现在就是一直要翻过山，所以我们做的是。拉到这儿，嗯，滑到这儿，这个画法不大一样，滑到这儿，拉到这儿，滑到这儿，穿过来，滑。我现在做的是哪一个？是这一个吧？就是理论上神头出发的、啊。还有，我发现它盘梯前面有加什么阿鲁什么的，所以我猜你要说它的前身是什么话？阿鲁楚，他可能是从阿鲁楚那边买来的。嗯，阿鲁楚 is place。嗯，阿鲁楚 is place， 沿着最下来最一直靠左，靠左，靠左，一直滑到。你不要靠左，靠到蓝线去，你又滑到下面去。那他应该这条路是没开，他应该挡住我们蓝。对啊，就是只有绿线有开。嗯，就是滑到有这个车。嗯，再坐一次车就可以去对面了。就可以坐去对面的车了。对，嗯 ，Black Valley Express， 所以要滑 White Valley Express。这个好像是厉害的车吗 ？The Riders 还帮他写，还真是餐厅名，没事，不知道，没事。我看这里餐厅，所以我们注定中午就吃这间了。North Series， 如果有那个什么东西，有什么？那个什么酥皮的那个，我要吃了。你怎么会突然间就变出酥皮？因为这是新野啊。新野就啊？如果是有酥皮的，你说鲷鱼烧？鲷鱼烧我要吃，如果有。好，所以 rider 就是卖 burger 的，不健康，不吃。我们要恢复健康生活，我要变瘦，我要瘦，我太肥了。滑雪的时候我是不管这个的。哪有？吃了两天，昨天运动量不够，马上多0.5公斤，真是糟糕。今天晚上再去称，我今天努力滑，看可不可以少1公斤。而且我吃饭也变少了，说不定可以少回来。这些变化是一时的，大部分是水分吧。所以它，我刚看没开，黑的几乎都没开。不过我们也没有要滑黑的。还有就是这三条黑，我认为我刚一路过来，我看到。雪场的长相，我觉得这三个之所以是黑的，是因为它很细，宽度比较窄。嗯，我们在转弯了吗？他照着他这样画线，我忘记 check in 了，赶快来 check in。不知道找不找得到这边呢、欸？有卫星就找得到，而且他有更新的话，应该要知道是两个雪场合。他有更新，我没更新。那、啊、如果是，不过这通常是远端资料。对啊，理论上是。那我要叫什么？新野 Resort 是 Nico 吗？他叫名字到哪去了？没有名字啊、哦。啊，
可以取名字。如果可以取名字，事后也可以改名字喽。应该是这里对不对？这应该就是接的那个。一定是这里啊，看起来就是、啊、接的那个。对啊，好像应该可以。所以上面秀是很多其他人也正在滑。我也没管哎、欸。我看那么多 icon， 我都不公开的。我看那么多 icon， 感觉是等啊。脚又太紧了，好痛哦，糟糕！哪一个啊？你说太紧了，一定是第二一或二吗？其实我以前的经验，脚麻就是前两个、啊。怎么办？我手太短，我举不到。小心呐、啊！先松开一下，哦，还是很痛，不是它。小花园海鲜。
有前面啦。就看一下，看不到哎、欸。拍得到、啊、下去一点吗？一点点啊。我要把下去了就没那么高。我要把那个拍带好。现在拍一点，等一下再拍一点。然后这里这边这个，等一下再拍。我下来这个灯。有啊，如果预期的血值，湿湿的，很好，这样叫很好。哎、欸，他还有讲一件事情说，南面因为下过雨，所以他今天就不压水，他只有北面的三个道有压水。他这样是有压水的。这个没压，现在是南面的、啊。哦，这还是南面，然后这样是有压，我怎么不觉得他有压？没压，这就是昨天湿湿的状态。我觉得他这种选择是对的。不是，我到底要不要再松开一个？我脚真的快麻死了。我看一下。到底是他吗？好像也还下车了，好像就还好哎、欸，有点犹豫。其实没有很紧哎、欸，好矛盾哦、喔，我到底哪里痛啊？气死我了！我怀疑北面整个都在雾里面。啊！对，拍摄错误。嘿。拍得到，指路标。这条线就是晚上会开的 nighter， 多。人之前你看它亮晶晶。今天就是一直踢到。难怪是香港。听到香港。原来是香港人。我也觉得这里香港人很多。很多啊！今天从换衣服开始就是一直听到。你热好了？没有。啊，再踢两下，不安心。哎呀呀！我还没照相呢，我要现在照还是等会照？因为他们坐的地方。你现在有拍过了吗？还没耶。那我先去第二个拍照点。你已经在这里拍，你已经拍了。对啊，我踩到什么？你踩到什么？我踩到自己的板子吧，然后还撞到手，哎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！我们有要踩板子啊！哎呀，快湿哎，很湿哎。对，我好像是踩到我自己的板子，然后滑倒了。你看你的板子挖成这样，感觉有受到什么？不知道是踹了一下还是踹，我只是一直想要，我要拍照，我要去拍照。好，你先不要动一下。往那边去了。你先不要动一下。浓浓的云海，可惜被树林挡掉一半。对啊。我猜在下面快要接到左跟右的那个分界。其实我不知道我拍到了什么。拍到全部。因为看不清楚。啊，好痛哦！我手摔伤了啦。
啊？他要转之前做的动作。拜天哦。他就是上学教练教的。很难后退，好，再拍一张。下来一点就多一点。哦，好。看起来很大的云海。所以我侧降就可以了吗？再下一点，轮流抢位置。我刚撞到手，真的很痛。你看，你手压地上。好，我再下远一点。你不要，哎、欸，我还没拍完，你这到底是怎样啊？你走开啦！你很奇怪耶、欸。这样不行吗？我在这里。就觉得。你很奇怪，奇怪，我觉得你不是拍完了，我才刚开始。你才奇怪，真正好的地方。哇，好热！真的掉了。莫第一次掉哎、欸啊，第一次掉。哦。我快热死了，怎么办？不是，我是不是不应该穿？我应该去那个把一件衣服脱，我应该只穿一件，我太热了。走吧。我。看到有两个在跳，而且。
左边吧，是不是？左边还有一台。个了，还要说死人家是错的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想说，我觉得是我想做这个，万一做错的话。我穿太多了，没有去到对面可能就刚好了。真的吗？对，这边是南面，我快热死了，而且我额头都是汗，然后脖子这样微脖围太热。我是刚刚好啊，我让我偷开一点点。哇，我让它只有脖围一层。不然你现在拉链不要拉回去就好了。我现在就是在拉链。你现在就留脖子，然后脖围一层，然后他这边一层就好。哇，我整个人这样我会生病哎，太热了。那个是监视器吗？不是，是。不是，他没有镜头。有啊，我刚刚就看了一个圆圆的东西，想说是不是、小动物啊？没有。好热、哦。没看，目前没看到脚印。刚刚没有，刚刚越看觉得，我们刚刚的路没有办法往那椅子哎。我不知道椅子怎么去的，没有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往下滑。是啊，我觉得是就是那个，好热，太热。我的帽嘴巴这个有离后面有距离吗？我想要再拉低，我只是怕你刚刚一直说我会产生那个，我就要低一点。要拉就拉两侧的脸啊，不是拉鼻子啊。拉那个眼镜下面高低了，但我这样脸出来好像不对，我平常应该是只要露出这个而已。我说我空鼻，只要露嘴巴就好。你现在的鼻子在嘴巴上面一点，在嘴唇上面。对啊，它是它的鼻子。鼻对，我说鼻子就在你的人中那，没关系了。但真的太热，太热。现在还好，你就对着前面有一点点前进风散热一下。你刚像那个下来，你是不是就不肯滑？其实也没有很那个啊。什么叫肯或不肯？你现在回头这一条你肯滑？你说三条黑线，就一下缆车的那一条啊。那个都 OK 啦。哦。这种雪质，那种黑线假假的，它只是窄而已吧？它没有窄啊，我让你回头看，就是它很宽。或者说这样宽度你可以滑吗？可以啊。重点在于说，这种路才可怕。这种路太窄，然后万一有初学者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，我还会不知道怎么办。刹车啊，就是会比较危险。那个你要说那个宽度要多宽这件事情，就是比配上面有多冰有多硬。但是我上次被跟赖美华一起过人家的时候，我被吓到了，所以我觉得这种要小心。你发生什么事？没有撞到，但是就很窄的地方过，我觉得很可怕。为了闪人，然后自己闪到快要掉下去了，很危险。闪羊切，我的鼻子被压到了。
竟然阴，原来预报阴天就算了，现在太阳还跑出来，真是。不过你要庆幸的是说，今天预报的温度是零度以上。哪有不是零度？零度以上啊。哦，零度以上的话，你出太阳没事，它晒化了一点，但是不会下午就变成冰。哦，太硬。但是零度以下又出太阳，然后零度以下又不够以下，那就看着办了，下午就变硬了。还是零度以上下？对啊，预报好像是这样讲的，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啊，今天放心了、啊，今天可能是雪况最好的一天。这样叫最好？对。比冰好就是好了。现在觉得有点凉了，好像要拉起来。还没到北面呢，到北面应该再低一 点。但是我刚真的好热。偷拉一点点。那个叫什么？猫魔咖啡，是这样写啊。猫魔咖啡不就是那边的地吗？不是。就是可以去这边走，不行。但是这个到，但到底要怎么去？他只是一直给你拍照。往下滑就到了。好像因为猫魔咖啡就是对面，这个啦，这个就是，这个就是，这个就是。好，走吧。看这个雪怎么样？我又刹车太早，你为什么要抢我的路？我站在右边，你就偏要等。都是水。对呀、啊，有点烦。一直滴水。刚那转盘上都是水，然后你就，我就在转盘下面。对啊。不过幸好那个水不是滴在你那边。有啊，滴在我头上啊。你没有看到一撮大泡的，大泡的在你右前方或左前方先滴完了。你要是在那下面，你就觉得被倒水了。哦。所以你算运气好了。刚对啊，这样滑起来不觉得很不错？但它这个时候是新 lift， 怎么看起来很旧啊？就看起来普通，没有说哇闪亮亮亮晶晶。你要看线是新的，但是它可以把旧的椅子挂上去啊。哦，我就觉得椅子看起来是旧的。柱子是新的，线是新的。是哦。电线也是新的，椅子是旧的，没错。你不觉得椅子是旧的吗？对啊。那个数字都发黄了，都褪色了，感觉、啊、他是跟别人买了这个来吗？还是把旧的再用拿来？因为我估计各个雪场都是一直在偷偷的缩减他的缆车数量。那种偷缩减下来，那个椅子一定就是堆在仓库里、欸，很多小脚印。这是吗？是啊，那里啊，两个、嗯，然后后面两个直的。那种董丁的那种，很可爱，到底在哪里？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仓库里拿出来的。嗯，就是说椅子看起来是旧的。你觉得这是一条合法路吗？但它可以去哪里？看不出来它可以去哪里。我觉得不大像合法，而且你看这种树林，这样子钻出来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啊，嗯，就是找个路画出来那种感觉。他可能是联络到、哦、联络到切下，我觉得比较实。啊，我本来想说可以坐下来，不，这不是坐下来，这叫坐回来。必须要坐回来，对啊，要坐回来。回来。你可以用走路的。他说他原来没有这个缆车的时候，上面有一条路是15分钟可以走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是是
还是滴水的声音？是。哦，好，要我抬头看。不要抬头。耳机。滴在面罩上。对，滴在那个。这个只有包括上有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好不哦。嗯。但是你这样看不觉得阴影，因为觉得天好像是蓝的吗？是啊，我觉得天是蓝的。但是预报明明说是，你看又有小脚印。还是说预报又错了？其实，然后今天他又改成晴天，因为今天很，我就觉得很安心的，我就没看预报。会滴水的是那个网状的东西，都在滴啊，所以我要警告。那个网状设计的，我想一下，这是有什么用意？啊，维修的时候让人站着的地方吗？嗯，应该是。要站着的话，应该要平的啊，还是那有点像楼梯型？两个、欸，是楼梯型，是楼梯型，往两边往中间踩、哦。好烦哦。要还会被。往下了，翻过山了、哦，北面就这样，不是无法滑的物。你看能见度是四个柱子，哦、但是风景能见度是不行的，所以看不到。他们要过来滑，看不到观。他们居然是要过来滑，还是那边太差，视线太差。但是能见度四个柱子呢，其实也是滑得到。你那边好不好？那个是远的，你要滑的时候，你要能够看到四个柱子就够远了。我不觉得那边看得到四根柱子。有啊，我隐隐约约看得到雪道，那个是距离的影响。很多你看，都在滑，掉下来。你在地上看起来很恶心，那就是掉下去的痕迹。打，那个看起来很恶心。密集恐怖症了你，你看这个，因为我小时候做过、哦、这个形状，我跟你讲过吧，嗯，什么？我的手上全部都是洞，然后每一杯满满的血、嗯，每一个洞里面都有血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就是我的手被扎了一堆洞，为什么？梦里面、啊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怎么讲，然后把它倒掉，然后血又瞬间装满，所以我有这种梦，我就从以后又很一直很多洞的东西很恶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梦到手上有一堆洞，而且不是觉得痛，是觉得倒掉它又装满，倒掉它又装满，恶心死了。嗯、啊。所以我看到很多洞的东西，我都会觉得很恶心。嗯。它一直在画，画稿在画稿。我肩膀滴了一滴的声音，滴。好像要到了。真的吗？嗯。那这边的话就是下面是集中，那就左中右滑一滑这样，然后就吃午饭了。啊，左滑？不是啦，我是说左中右滑几次不知道，然后黑线应该没开，就滑一滑。一直滴，一直滴。会叽叽叫。那下次你坐那一车。嗯，下次的话一样，右边是那一车。好。嗯，有啊，是这种脚印。这个比较细长，刚刚一开始看到比较圆，比较可爱。这个好好，两三组脚印都乱七八糟了。那你觉得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脚很大。长条形就是上面掉下来的、哦、也是东西，所以不是一条一条掉下来的。走路没有这种生物。那我想到这是什么？我刚刚就看到了。哦，我没看到。我想好长哦，这谁的脚那么长？十四根柱子就可以拉出一条新缆线。嗯。嗯，看小脚印。这脚很小、欸、很可爱，好可爱、喔。我一直以为这种跳法是兔子。欸、最后一阶的下降非常的快速。你说好短，好长跟好短。对对对。嗯，那、啊、这样子是只有往前滑跟往左滑。往前该不会是黑还是红吧？看起来窄窄的。上车的地方在，上车也要票的。啊
哪里有上车？那边再上车啊，坐回去也要再上车啊。嗯，哎、欸，告诉我是谁？他有门吗？你说也要票门在哪里？哎、哦，爬到我的脚，爬到我的膝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我的大腿被勾一下。哦，门在那，我看到了。好，这里、啊。右边黑，左边黑，都是黑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可能？就是黑啊。怎么可能一道的路都是黑？这边就是这样啊。哦，走。不是黑就是好。这样。好。那要跑最后边吗？感觉推的比较近。随便啊，好。那你下次坐车上来。也是要走很远。好像这样子先走这边，啊，等一下坐车就可以好好。一种偷懒的情绪。卡到我的鞋子，好讨厌！我滑倒就而已，那是不是前面有？你这里没？哎、欸，上半部比较雾，下半部应该是。哎呦，是硬的哎、欸，某某、啊，是硬的。要滑的路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啊？这边可以滑，这里有一些草，这边也可以滑。那边看起来超窄的，为什么滑右边？大家都被诱导了，但是这边的话也被大家磨出水。你只要没有滑到网子那边就 OK。哎、欸，那边也有土，所以下这边也不错、啊。你那边很陡哎、欸，我这边比较好一点。我动不了哎、欸。有一点。
点点，一半没有用好的姿势滑，脚有点酸，那个缆车也没开。还要往前吗？啊，往前。我觉得那只是滑到底了吧。要直冲啊？冲哪边啊？就一直直走，直走，直走。怎样？你先看地图吗？刚看的啊，这条没开，因为这两个雪道也都没开，这条没开，这条我们旁边的也没开，所以他只开了这一条。他只开了这一条。现在是上面，现在他只开了这一条跟最右边这条，其他都没开。好烂。这边缆车只开这两个。少。中间这边他也，这边这两个也不准滑，雪道也没开。所以最右边只有两道可以再滑一次，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那个缆车。哪个？这个缆车，这个缆车，或者是哪个缆车？那边呢？在我们那边呢？我没有看，好远呢，很远呢，这样。直冲的时候往那边去就是了。再滑一次。所以现在要滑的话是滑这一道。好。就是我们刚刚没去的那。好。我要做外侧。哎，还有我的那个雪镜上面都是。水吧，还是什么的？嗯，都是一颗一颗的。现在才十点半。哦，再过来一点。再过来一点，好了，这边可能比较不会滴，因为早就滴光了。好热，还是热，又热又热，很热，又热。这边这样还不错啊，它很均匀的，均匀的这样子斜下来，而且看起来蛮宽的。嗯，你看那个人孤独的话，所以大概是两个柱子以后带速度要冲去那边。哦，两个柱子吧。你要冲斜的就对了。对啊，因为想要去那边啊。哎呀，好热。哦，你说这就是面向下，顶不住就会坐下的。这个啊，那这个的时候，嗯，它为了要转弯，最后就会变这样啊。嗯。那这样子顶不住的话，就会手扶地上。嗯。这样子的话就是坐下。嗯。我说的是这样啊。那个滑是没有办法反过来滑，是不是？它不会，它会躲掉。他会一下啦，这样子以后马上就下来了。嗯，他会这样，但是他不会这样滑很远。哦，是啊，就是撑不住。那跟我觉得我左右脚不平衡也是一样，我有一边踩的很少，我可能如果让我直直前进，我可能会这样一直都有这种毛病，这样。对对对对。好，没差，其实就是维持着自己舒服的，渐渐的把重心练对，把勇气变大，大概是这样。我觉得、這個、那你再帮我看一下，我头有没有往前？我有在努力头往前，有脚脚，而且有爪，它有那个肉垫呢。哪里啊？它那个爪里面还有它那个球球，那个。有，我有看到。好热。以前会觉得说帅。
现在知道这就是一种勉强，就是说转过来之后，这边不是会卡卡卡三下吗？不要敢跳已经很英勇了，好不好？然后那个卡卡卡三下，就是你仔细想想，为什么他们不是斜切，而是正着下来卡卡卡卡卡卡？那不就跟我们就是一直侧降，对，那是侧降，然后不往前走呢？这样就不用看前面。对啊。但是实际啊，会造成卡卡卡的原因就是一直，就是因为一直很陡。我觉得这没有很陡哎、欸，我们带来正面向下滑吧。没有，就正常滑就好，也没有什么正面向下，就是过弯滑。就是只动脚啊。你知道我刚回头看你，你整个就是向着这样，向要往这边就向这边，你不是往下的、欸。哦，你说正身体正面朝下。对，我回头看你，你是这样斜的。因为我没有要求啊。嗯，所以我就是跟你说，那我们来正面向下滑、啊，不要怕。正面向下、喔，因为那样比较要用力，我就先用舒服的。那、啊、今天不是最后一天了吗？嗯，就要回家啦、啊。还有下午啊。我面向侧面的话，主要我就是用钢鞭，用直直走滑行法。对啊，我就看到你就是。对啊，因为我这样子完全不费力啊，我就。其实今天如果是用类似小转的滑法的话，会很累。会很累啊，因为那个摩擦力是不均匀的，所以要花很多的力气去做平衡的动作，就是大小腿都会很用力。我试试看，就正面向下，然后转脚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会很累，会很累。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，然后我就摔倒在地上，刚都已经摔倒了，可恶。你那个是没踩在雪板上自己。喂，这一个看他的姿势，他就是正面朝下，而且他刚中间有一点跳起来。是地不平到这样吗？对啊，但是他也不是故意要跳。对啊，我是说就地不平到他会跳起来。对啊，被顶上来了。这是老师吗？还是是这个有一点点快像那个人一样成型的，他有努力、嗯，但是你看得出来有一点差，因为他的脚比较他合不起来。对，脚合起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脚合起来就表示你的重心对了。我直的在脚合起来，我都觉得我快翻车了。而且你知道我有带护膝、嗯，我的脚是这样是我的极限的，因为我的护膝这样就是合起来了。但是就很就是。大腿要很用力才能把两只脚并紧哎，我天生脚就合不起来的人啊。哦，就是我要很用力我才并得起来。八转成直是要用力的。对啊。我也是啊，你看我现在是八，全身放松。对啊。好，舒服一点了。刚刚又好热哦，受不了。嗯，这边是没滴水的。哦。等一下，老爸坐回去也不会低，因为刚刚晒光了。对啊。好。嗯，你有讯息啊？干。嗯，好，今天是可以练习跟录影的一天。这个是你看他的滑，他的重心很惬意。他刚刚有又顺又用左脚前面，又用右脚。有吗？有吗？有。黄色还是红色？咖啡咖。没有啊，他一直都是左脚在前面。没有，在那之前，在这比较平的地方，他有。我没看过他反过来。嗯。看这个重心，哎，这比较看不出来肉垫。它的那个圆底下还会有那个小肉垫，那个像狗狗或猫咪的那个肉。嗯，脚印脚印。人家都看起来好悠闲，我也要那么悠闲。我好像有点匆忙，一个节奏。哎、欸，一个人。那这个这样子下来，不就是很吓人吗？一下來就两条黑的，就是。这很不人道，我觉得。然后绿的在哪里？怎么会没有绿的呢？这边几乎都是红跟黑啊。啊，那带小朋友来不就是要
真实人。但是在风雪的时候，应该就难度就觉得会有点降低。南菜是，林路菜是，南菜是哪个？我没有，怎样怎样？再这样，然后转过去，然后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过去。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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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觉得到下面抖的我就没有时间点账了，来下去都来不及了，哪有时间点账了？什么点账？我刚有点账，你没有看到吗？然后我说这里是平的，所以可以，但到下面就来不及了。我说好，你看哦。倒旁边一点吧，默默小心。还要正面向下吗？我没有啊，我一直都没有。是哦。脚来不及转呢。有什么？我觉得很甜的。你脚都抬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脚都抬起来了。对啊，我抬起来再转一下这样。但是你抬的是内侧脚哎。啊？里面那只对。滑得很累，全身冒汗。蛮热的啊。
要下了吗？没有，你先下。哪一个？哎，开两个嘞。嘿。开两个嘞，原来我以为只有开一个。所以你要哪一个？先那个好了。好，走，小心哦，有人。掉到椅子外吗？我没有掉到椅子外，但是头被那个棒棒撞了一下。那你就是在外面啊，头被棒棒撞了一下。他就是你人太外面啊，棒子离我那么远，我会不会撞到？然后那个左脚因为地面太高了，左脚这样子。好热哦，还是热的，怎么办？上面雾雾的，怎么办？啊，好热，笑死了！我现在全身积的是那个，但是这边的话，我记得都是的红线、蓝线。所以就不会那么热，是吗？为什么我现在看觉得右边是很奇怪的东西，怎么有一堆像洞的东西？哎呀，这不能滑吧？这没有人吧？这不能滑吧？他们在整理 park。哎呦哎呦，要掉要掉了！好热哦，这我应该要下。这个就只到这了。啊？很短哦，坐错了。也没做错啊，那左边这个就是红线而已啊，可以量一下。好热哦。刚好全部，也不是全部。所以这是飞起来的。Park。那我们要滑下来吗？要从这边滑下来？这里没开啊。没开吗？现在正在整治中，这右边一定围起来的。哦。
这是为了下个六日做的。啊，是。那先修一修。还有一台怪手停在那，怎么可以开？啊，好热，热死我了。还在热耶，流汗流到不行耶。所以你看它很偷懒，完蛋了完蛋了，左边那个就没挂了。像我的那个眼镜快要雾掉了，嗯，因为我的额头也都是汗，全额头是汗。等一下滑个轻松的吧，这样子滑到另外一个缆车站。好白痴哦，我把汗往里面吐。但戴口罩太丑了，我不想戴口罩。我就这样戴，超丑的啊，都像超丑的。我随时可以调节，太冷就把面罩往上拉，要太热又要起雾，就把面罩拉开，额头让它留一点点。独到的调整方法。今天头发应该电得很厉害，嗯，不行不行，我等下这雪镜都是。然后下午滑南面，南面也都是绿或红。所以下午就是录影练习日，录影加练习日，除非很衰，天气预报不准。但他如果写很平，我应该就可以直得下来。但他太不平了，我才是抖乱七八糟。你都没有看我滑哈？没有啊，我自己在那边慢慢下。那我在等你，我就在看你啊，啊，你就不会看我一下？因为我在你后面啊。对啊，你不能看着我下去吗？讲不出来。我说你先下，我就要接着下，我赶不上啊。你觉得他礼拜六日要用今天礼拜一会整理吗？应该说，你看雪场地图，他就是说这边关闭中。那我也只是预测说他可能六日会开。哦。那我也很难讲说他六日会不会一定开。但是你看它旁边的 LED 灯，那是 LED 灯吗？它后面接的管子，哦，那是电气管。对啊，我觉得这边是液化气。嗯。它应该开个矮的，就当液化气这样。最心疼是刚买就在摆那个吸液管给我掉地上，超气的。我估计这是三年买一部。啊，好不环保、哦！因为最先坏的一定是那个压压海绵，那知道怎么办？那我蛮喜欢我这副的，这个颜色，我觉得天气不好跟天气好都可以用。嗯，你那个太亮了，那好丑，你在那眼睛都被看光了，丑死了。我的是粉红色，还不错。我那时候就说旧的不行，这太暗我都看不清楚。啊，现在这个是亮跟暗都可以，所以我觉得颜色。我是选了个最亮的。太亮，那你很亮的时候怎么办？大晴天你就没有很亮的时候，这还是很有用啊。但是我觉得都被人家看到眼睛好丑哦。太丑了，太丑。哦，不行，你都不在乎很丑吗？对我，你看我这实用主义也不在乎。但是我是说太亮的时候，行吗？真的不会觉得眼睛很刺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这可以偷看太阳，你的行吗？应该是不行。对啊，我的还可以偷看太阳，用不着。那个好可怕啊！那个回头我也是一个头，吓死我耶！一个人，那一团咖啡色的，吓我一跳。人头掉地上是这样？没有，是一个形体，不是只有头。有个人盯着你看。对对对，好可怕，好热哦。所以右边不，他不会让你走右边，也没有右边路，也没有右边路啊，有吗？哦，围起来了。他应该那边可以斜下去，不过看来坡度也蛮大的。下来就只能滑左边。好，上半部你看有一种雪厚厚的感觉。没有人可以去，是吗？对啊，因为。这边缆车都下了，那个小风向球，孤独的旋转。那是从右边转下来的。
我在想说往左边不就可以滑一点点啊？哦，它太高了。对啊，它太高了，要从右边下。恶魔一，恶魔二，恶魔。他们都没有准备救人的打算。我说有些雪场就会有救人的感觉。怎么救人？哦，他在踏土媚土，他在做踏土。吐不上去，吐不上去。走了吗？好，走这个吗？其实这样滑的蛮舒服，要再滑一次吗？你说，因为这个很轻松，雪。隔壁的话是会困难。雪要是去另外一条缆啊，还是去新的？我觉得隔壁可能也会蛮轻松的。屁股都歪出去了，这是我坐太歪了，我觉得他地上的可能没对准，有可能。我觉得我已经对准了，但是我也坐到我旁边一大堆位置，半边屁股悬空，我就会说嗯，我出去了。但是刚刚是我屁股都坐得很好，只是头撞到，所以我就说嗯，我这不算出去。啊，我懂了，应该你这个哪一天不要就上坐缆车摔在地，人家还要为了你按暂停。那按暂停就按暂停。这条是滑起来舒服，那这个我猜通左边应该是直下来的绿线吧，是更舒服，非得练点什么。我刚刚这个真的正面都朝下啊，就、嗯、因为它很平啊。对啊，你也怕我冲很快吗？有啊，我就在你旁边啊。你在我旁边、啊？我在你隔壁啊，感觉得出来你。你不敢在我后面啊？敢啊，但是我想要享受一下，所以我就滑我的，我就大大我。我现在是，但是我刚驾起来完全没有酸哎、欸，
对，这种根本就脚不会酸。对啊。啊？还是这条拉的是走这条路？刚刚没看到，现在躲在树后面。对啊，总之就是绿线就对了。我刚刚就是感觉自己的身体的重心跟脚可以踩多重这件事，以前我就会这样做了，但是以前我只顾说该踩的那只脚要踩多重，我没有去顾说我踩的那只脚啊小腿是偏哪个角度，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踩的那只脚啊如果重心也不前不后的话，甚至于我可以控制的话，我应该踩的那只脚我还有办法说我身体往前一点压住鞋舌，那现在我有余力，我根本就可以感觉这件事，我就在那边调压住鞋舌那个重心感觉又更稳了。我是蹲低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压住鞋舌你可以自己感觉看看。你现在把前面的脚板往上顶，你前面小腿有被压的那个感觉对，是那个感觉。对啊，这个人刚刚有做一个摸底，你看他的轨迹在哪。哦，好深好深，他的咖啡好深好深，就是这种斜度做到这样啊这个也有靠边啊。地好漂亮哦，我都你看你看它的过，你看它的弯，它虽然有些微的甩，但是重点不在于是不准甩，而是在于说它转的钢边转的那一瞬间啊是这样转过来，顺顺的转过来，还是这样，然后又转了一下，又附带一个那个转，那样子就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就是没练好的一种迹象。他那样子不顺，到底是他自己不顺，还是我觉得是他？我觉得是他的问题，因为选民就很皮。你说叉叉叉的声音吗？这就是他的一边是没有声音的，然后一边叉叉叉。对，一边是滑行，另外一边是刹车。对哦，所以他不顺，对不对？他一边练顺了，一边没练顺。因为他这边选民就很平，他不应该有这种声音的啊。但是如果从头到尾都用刹车滑法的话，你从头到尾都会听到这个声音，叉叉叉。应该要很安静吼。现在是失血，所以会有一点点明显这件事情，听声音感觉出来。那这个不知道。刚刚虽然是轻松啊，实际上我也可以用两种滑法。一开始我打混摸鱼的，我是用滑行侧滑行的滑法，就是优劣刹车就这么混下来了。因为如果单用钢边滑的话，要出更多的力。我还是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钢边滑，怎么办？我想学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弄在那个，因为我每次回头看，我的轨迹都超浅的啊。因为那样比较省力啊，人会不自觉就想用那个方法滑。越钢边滑就是越单脚滑。你说只有主要那只脚在这儿吗？对。那另一只脚在干嘛？啊？另外一只脚没事干啊。没事干，我说它在干嘛？你可以悬空啊。悬空，所以要偷抬起一只脚？是没有到那么夸张啊，应该是说。你的鞋板要跟你的前进方向一样，所以要往左转的时候是用左边的钢边。我举个例子，我举个不是左边的，我们要左转的时候用的是右脚啊，所以是右脚的内侧钢边吗？那就是左边的钢边啊，左转用左边钢边，右转用右边钢边，没错啊。但是好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现在我直往下冲，然后我们现在身体已经自然而然的会踩对脚了。然后弯会往这边弯的，但是往这边弯的时候，你的鞋板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有余力控制说我要转多大。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潜意识，我们一转就转很大，身体往这边走，鞋板往这边，所以就斜着这样子刺岔出去，这样就是摩擦滑行。但是呢，如果转弯是顺顺的，我会转，但是我先慢慢转，
渐渐的把你的身体的速度勾过去，那就是钢边滑过去。哦，这我没有办法理解。所以这是大弯，只有大弯才做得出来吗？小转理论上也可行的，可以做得出来，但是你要有更多的控制力。哦，重心调整要调。哦，那边没有开哈。对，那就是上面没开的黑。但是它很漂亮，学很好啊，为什么不？我是学不。帽也可以滑左边，也可以滑右边。左边可以滑一道，右边可以滑一道。啊，你说要左转，那这样，我这样吗？一样吗？我们要到稍微平一点的地方，我可以滑两种差别给你看。哦、嗯。或者这里到那个人蹲的地方，我可以滑。你现在是要滑这边哦？但是我要往前推，这样有点累。我们先滑右边这道，然后等一下下车能通多远就通多远，再滑左边。先往右边看。应该是往右滑吧。这个时候啊，如果直接选往右滑的话，是比较陡的滑法。哎、欸，等我一下啊，我闹钟响了。嗯哼，应该是闹钟响，什么事啊？抽选。等我一下，我改一下闹钟时间。其实你知道现在几点？现在十一点。所以就是我们两个红线逛完，刚好可以吃饭。那不就下两下而已，太早了吧？我设个十二点好了。好。嗯。你看我这样子好了，例如说我们现在下去，我们一开始的速度就是往下嘛。嗯。往下以后要往左边。嗯。如果我现在是下去，然后这样子呼呼呼，我只有一个弯，然后到那么远的地方，我是用钢鞭滑。但是如果我是下去，只稍微往左边一点点，我就可以往右转了。这样子我就在侧滑。嗯，对啊，你要我先示范钢鞭滑。钢鞭。钢鞭滑，那我会滑到那边去。一定要这么长吗？也不一定啊，但是我要看我的控制力有多大。要是我控制重心摆不对的话，我就要很远才停得下来，而且那边是低波，搞不好我会勾回到那边去。那你要在这里示范吗？我没有办法踩成斜的啊。因为你到那边的时候，你就决定要慢下来了，所以你到那边的时候，你就决定把板弄到那么平了。嗯，你就是这里往那边就很平了啊，这里应该你就做得到。这样出发往那边，你就有办法钢边了。这里往右很简单啊，怎么说呢？那现在的你应该有办法一个弯到我右边或左边吧？这你做的。啊！不行啊！因为我们学会刹车了，所以你看我们有办法，身体移动方向是这样，板子却朝右，这就叫侧滑。但是就是反过来，就是不要侧滑，就是钢边就对了。不要侧滑就是钢边。啊，要怎么？你教我都听不懂，我真的不知道板子要怎么变斜的哎、欸。什么叫变斜的？哦，你执着于这样子哦、喔，嗯，没有，先不要管你有没有翘这件事情，这件事自然而然就会。现在要先管的是，你板子是往这边还是往这边？
所谓的钢鞭滑行就是说你身体往哪边移动，板子的方向就是你移动的方向。哎、欸，好清楚哦，要拍一张吗？好啊，去前面好了。我觉得这里就要拍一张。为什么？那里怎么有个湖呢？啊，那是会员湖吗？那个是会员湖吗？等他们下去。而且现在还看不到 Grand Deco 吧？还是在树的后面就是 Grand Deco？ 不知道哎、欸。有个湖哎、欸。所以原来你是执着于那个翘钢鞭这件事哦、喔，不是啦，不是。等等，反的方向。等会四张还有消失，完蛋了，他不知道。什么事？哎、欸。等我一下哦。嗯哼。好，然后我现在听不懂。对啊，你教我东西，我常常听不懂。好啦，总之这里凹凹凸凸的，不适合示范，所以我们先往下滑吧。哦，好。风景更好啊！好啊，可以再拍啊。那 Grand Deco 在哪里啊？在树的方向，树的后面，右边的树的后面。好，哎，走了吗？嗯，好，去到那两个教学的地方再开始拍。教学哪里？两个人面对面讲话的。哦哦，好。哦，这里很平了，这里就可以钢鞭滑行了。我们一开始这里朝下一点也都不怕嘛。嘿，重点是在于速度开始变快，要往右的时候。嗯，那个时候你怎么把板往右转？微微往右转就好了。然后重心尽量靠踩的那一只脚。哦，嗯。然后你是说不要转板子吗？要转，但是不要转超过。什么叫不要转超过？就有点，你想想看，就是你在雪地驾车的时候，嗯，你稍微转右转是 OK 的，嗯，你突然转方向盘的话，车子是不是就侧滑了？嗯，所以你要转，你只能用身体感觉说，还顺着轨道，不要速度不能转太急就对了。嗯。而且这里这么平，你应该有办法啊。其实就是那种……好，先等这个人滑行一个弯的练习而已、啊。你说这样一个弯，然后……
你看一下，你就是侧着啊。对啊。因为你一转的时候，你一往下要转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转到这里了。我在打滑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要慢慢的转。慢慢的转。啊，我先示范急急的转。但是有人哦，你要小心安全。急急的转很好，后面有人哦。对，这就大滑。啊，那慢慢的转的话。慢慢的转，你一转，你一转，马上就转到这样子了。是，你看我板子是这样。然后你刚刚是这样，我转太快了。对啊，我马上，好，你回头看，还是你刚刚推的是，这个比较是，但是下一个就不是。啊，我还是偷转了吗？对啊，你先偷转了，这一道是我还是偷转了，就偷转了。你已经习惯了，因为这个就是你的控速法宝，所以你身体不自觉就用这招了。啊，这里这么平，其实不用。往下。我有吗？我有，还是有点滑行。对啊。对，但是我是先告诉你说，转的速度是这样。那接着第二个才是，你知道转的速度是这样，接下来才是要做这件事。对，所以会有人，我觉得这很危险。你还好，你先不要管下去。我都没有转板子哦，我都没有转哦，但是还是这样。你转的比较慢，对。我要转的比较慢。转的比较。因为对你来讲，一开始说翘这个，我觉得太快了。你要修的第一件事情是转的速度是慢的，在这种平地，你慢慢转弯做大，你用半个雪道，先做这件事，先不要求钢。现在人很多，等一下。还好啊，这些不行的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那不行啊，他们正在那边，那我们先走。不要走了，他们会在原地插着，一直走就对了。他们跟不上的。我走了，去。你的 pose 啊，你只有最后刹车的时候比较侧滑，但是你刚刚的轨道比较接近钢边滑的那种轨道，就是那样而已啊。好了，走吧，这是滑另外一边，下去。对，坐这个车。那也是钢边滑。有吗？有，你看你切的那条是。脚站不住，站不住，我站不住，好累哦，站不住，脚没力气。
右脚好像比较站得住，左脚站不住。对不准，没有，我对准就有看这一边，我没有看椅子，我看地下。对，所以先你原来的方法不能说错啊，就像我说的，我们也不能说哦，那些滑雪板的只会那样子咔咔咔下来是错的，不能这样讲。生存技能，应该是说滑雪重点就是要有控制力嘛。然后控制力的最强极致就是刹车嘛，先学刹车，无论何时何事的地都是对的。嗯。但是钢边滑行是一种求快的控制力。但是我就觉得我用不到啊，我是说我没有办法利用它。钢边就我自己目前会的部分的感觉，钢边滑行。这边有飞起来，哎，是谁吗？他呜呼一声，很可怕，头朝前，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这个是 OK 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是安全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摔倒了，这会摔倒，还会摔倒？会，他摔倒啊，真的会，哎呀，应该是摔下车过去以后就往后坐，因为他的这个设计的那个，还好他没有受伤，不然很恐怖。这个人看到后面，他不要去，他不要去了。Defend！ 哇塞，那个人是会跳管子的耶，好可怕哦！哦，很恐怖。就你可以看，你观察过 Park 的人啊，一种是加速不刹车就过了，另外一种是加速，结果到前面用些刹车才过。小朋友刹车冲得很猛，那就是两种不同的差别。哦，大家穿超少的，就感觉穿很少，像是春天一样。哎呀，好恐怖！那样子反不就刮了吗？对啊，而且那种东西一定是硬的。他看到这个就，是吧？就觉得要撞柱子了。哎呦，干嘛？好，我看这个。菊花纹的衣服，他刚摸底，他在试钢边吗？没有，他走了。好，再观察下一个。败地。下车往前冲，哦，去滑另外一边看看怎么样。要推很远，另外一边又更平一点。啊，是吗？对啊。还好，来了这边雾也不见了。其实在上面呢、啊，现在不知道消了没有，有在更上面要拉上去才看得到。所以我觉得，
我觉得这边北面就不有点不适合接，一下车他们就要吓死了吧。但是有人北面是住下面的，住下面的那个，他就只坐下面的那种红线、绿线缆车就好了，他不会跑去坐那个。哦。那个距离旅馆也很远。这票明明就可以南面、北面都去，怎么会另外一边不去？一开始今年是第一季啊。哦。他大概也觉得这样不行吧？你说只有一边吗？这样赚不到大的钱。什么叫大的钱？因为我不就说了吗？南面、北面的特色，南面的特色就是交通方便，不用像北边这边你要转，还要绕过五色沼。我还没有看到 Grand Deco， 难道是那边吗？是那边吗？那个方向啊，类似那个方向，再往你有看到我说的一片白白大大的，对，那块白白的看起来像是未开的雪道，都是草。或者说，回想到我们最前面的坚持一只脚的那个课程，一只脚你到底一个弯你速度可以拉到多快？不太行，我记不起来。那个就是要能够撑到一种你能忍受到时速30，我都不会害怕，是不是？也不害怕，你这样才会是有办法滑。你要是没办法等到那个，你可能在15、20的时候，身体会自动的去保护你，就先把板子端走，让你慢下来。对，差别是这个。哇，所以如果那个缆车它有开，就左右两边都可以滑了。所以好像真的上面的雾散掉，还是有更高的地方。还有更高的。那里还有雾。好，直直冲，前面也没人。对啊，刚刚就一堆人挡在路边。有，现在有人了。你要穿鞋子在前面，靠挡住这样。差一点点。对。因为有心理准备，你看我急急忙忙的降低阻力，冲到这个高度。好啦，可以啦。这样子是有一点变凉了。是不是太阳变小？我的外套根本就没太阳。什么声音啊？缆车停。好吓人哦！声音好吓人哦！开始启动的声音，有点吓人。哦。所以嘞，就去那边啊。然后还要一路练啊。你还要想要试试高山滑行啊？就觉得我不能理解。滑，这是歪的，不适合。这样也是当边，只有用左脚在。这不是三羊切吗？哦，上面有个大断层，上面有个大断层，所以它不能开，还有一个断。有个洞是吗？嗯。这样。开去了吗？你要我帮你录吗？录什么？录滑行影片。啊？还是下午再录就好。随便。啊，先滑一次吧，反正就要去吃饭了。要去吃饭了，下去就要去吃饭了。
如果不吃饭的话，你要再滑一次，你要滑左边还是右边？都可以。应该滑左边哈，这边对你来讲推太远。嗯。下去了吗？好累。他在讲说 A 进来有个小木屋，希望没开。嗯，好累。怎么？好累。速度太慢了。再滑一次吗？当然要滑左边，右边觉得不到。对，好累。什么用哎、欸？而且这种姿势啊，哼，你用钢边滑板的速度还可以很快。怎么用？你看，这是要单脚的。你看我。我在单脚。上右脚，用内侧。上左脚，用我这样有吗？我在看。我要切过去，对不对？要切吗？不用，走右边，直走。更前面是什么意思？朝更前面一点会更好。哦。单脚是对，但是你一站的瞬间，你就是用刹车形态。好，你站单脚的那个重心是对的，所以你站那只脚，就是板子是几乎跟你前进方向是一样的，就是了，嗯，就会越来越快。嗯，所以这是能够拿来干嘛？就是失血生成法，就是在失血的血面上，速度不会太
还可以不太慢的一个方法。要跳一下啊，跳一下。不要。不，我会不会摔倒啊？Depends on 你带多少速度进去。一直往前，但是我往前呢。Depends on 多少速度。都是滑在又摔屁股的那种摔法。应该起跳的时候头往前顶，然后着地的时候刚好就着地。跳一下，跳一下。那你帮我录，那你帮我录啊。哦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是可以啊。这不行哎，我们今天会走哪个路下来？我们会走。这边上的话会走这个路啊，所以你下来还是这个路，不是树的左边的这个路，我们就从这里来的、啊。所以这边你看到有线尾的地方，就从这个开洞的地方进来，就是 park 的入口。好，那你要我录最后一个吗？我不知道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。对啊，第一个 pass 我可能就会走掉了，就不会就不会我就会晃走，就不会滑第二个。所以我要先停在第一个吗？对对对，先停在第一个。那我停在这一个。那我刚过我就停车吗？如果我要滑第二个，我是要停车还是继续？你过了之后，你不要想太多。嗯。你那个照着的那个速度，你能决定的只有说继续跟绕跑，你就不要想办法停下来。哦。对啊。反正我也只能录到第一个啊，没办法追上去。那你要是下来其实根本没什么心有余力，你还可以停在刹车在旁边的话，那你就停下来，我去第三个再帮你录。第二个吧，哪来第三个？不就两个？最后一个的，不就两个而已吗？只有两个，我以为有三个。两个而已。他什么东西？两个都掉了。嗯。是手套吗？手套。有嘎嘣吗？不知道。什么东西？他头上的东西吧，对。头顶的眼镜加帽子。头往前，很久没跳了，要头往前。起跳前跟后都是头往前。好。你都不想要往往看吗？不想。为什么？跳很好玩的。不过刚看到人家摔倒了，就有一点点可怕。嗯。这边是露营组，也是在教学嘛。嗯。嗯，不过其实肚子有点饿，因为早餐那么难吃，就吃很少。真的？真的早餐很难吃啊，晚餐还可以。很难吃，真的很难吃，很不丰盛，很奇怪。真正的难吃是，它是有谷类，我该吃豆浆配谷类的。有。对，怎么没想到？而且它优格旁边也摆了谷类，其实就是两三个优格倒到碗里，再把谷类撒在上面，就啪啪啪。我要吃豆浆配谷类啊，这样我就不会觉得那个豆浆难喝了。那但是我喝了，我不是跟你说味道没什么味道，怪怪的。应该是它的味道，不知道它添加了什么很神奇的味道，不像是豆浆的味道。其实我还是不是很能理解哦。理解什么？就是什么是钢鞭滑？那你知道？那你最起码知道侧沙滑是什么意思？这样擦，这样。而且我已经也教会你侧沙滑了吧？嗯。对啊。什么都看不到。这个是鼓起来的感觉。嗯。
所以整体来讲今天不冷。嗯，这种雪质我觉得好像跟当初盘溪差不多差不多。没有，盘溪更惨，更湿哈。嗯，盘溪更差。哦、而且盘溪可怕的是，我记得它的联络道超窄。那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控制力只有到那个程度。一堆云雾吗？镜面上好像都点点的。一点点，我觉得是昨天的水山的水质。你看雾变大了。嗯，但是我说现在它好像对着我们飘过来的感觉。为什么那里会这样一团很浓厚？我不知道啊。你看这树很怪，还是不是人家的鸟窝？哦，你说那一撮、哦？嘿嘿嘿，你就觉得那一撮很不自然的，很浓密、啊。是鸟的节奏。对对对，会不会？有可能哦。但是你那也不是太稀疏。那里也有一坨，那里也有一坨。感觉太稀疏了，蛋会掉出来。不觉得？蛋会掉出来。对啊，那么稀疏是什么什么窝、啊？就要下就去餐厅哦。你不是要去，只是在帮我拍影片吗？哦，好，那就到那个白衣服那个地方开始。为什么那么远？不是哎、欸，只录下半部，你要录这一边吗？不是的，我说我不是要去拍跳跳的。啊，失忆了。那就是下面那个线的地方出口离开。嗯。有像吗？像什么？就是有没有像用高边滑？没有啊。你自己听声音不是叉叉叉吗？但是我尽量没有转板子哎、欸，我是靠就是踩在哪一边，这样不是哦、喔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应该是可能就是尽量有像这样。哪有？你不要安慰我。我先去啊。对啊，我去石大同。还没啊，
有点怕哎、欸，会怕。好，那你再来，我就跳得起来啊。对，因为它不是平的，它翘起来啊，不是它翘两节。嗯，你说有东西吃的是哪里？怎么看起来都没人啊？是要爬楼梯上去呢，还是怎样？我现在在想说，两个尖屋顶是尖左边的尖屋顶，还是右边的尖屋顶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们会挡在很路上了。没有，我看到左边的自动门开了。我先猜左边。你要看地图啊！还是那个跳舞中心，你那边看不出来的、啊，你只看到他那里画个咖啡而已。对、啊，他没有写。对啊，我猜是大的那边吗？又没错了。好像有人进去了啊。嗯，但是你也无法确定他是跳舞还是那个。偏左边吧。好吧。不是说跟不下，我先回家。什么的？我就去哦。还是要把板子停在这。还是要，我说你还是要把板子停在这里。你说什么？还是要把板子停在这。啊？把板子停，但是都没有人停哎，算了。对啊，所以我没有在管。而且可能是二楼，可以的。那边围起来，所以只有左边。哦。那边是二楼吧？你就停在这里。对啊，就趴平啊。看到他门口就贴着买十卷，请先买十卷。哪里？里面的门口的牌子。在楼下。